风铃下冷气，邀您共赏山里来了熊孩子。恐龙来了，快，它现在不动了，快点喷它，不怕不怕，红豆来，对，你躲好了吗？来啦，我抓到你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准备好了没，对，但是就毕竟还是会。这一刻还是会来的，对。有事情想跟你说一下。干嘛？干嘛这样？就是我是要跟大家，就是也不是宣布，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我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工作的因素，所以可能没办法跟大家一起到最后啊，所以我不听。你这个秘密藏在心里很久了。他上次有跟我讲。对，我上次有跟露露稍微说了一下，有一件事要讲一下，就是怎么了？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好像可能真的没办法继续跟大家就是夏令营下去。我都还在想我要怎么跟他们说？我其实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少了一个很棒的大哥哥。然后他也是说，就是还是要找时间跟大家一起说一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所以可能明天就是我最后一天。啊？这么快？这么突然？太突然了吧？怎么可以？怎么可以丢下我们？我很害怕。离别，我层面来说对他们有一些抱歉，因为一开始大家是一起跟这群小熊朋友们认识。大家好，我是坤达哥哥，我自己害羞。大家一起从没有到有，小熊基地可爱。第一次有一份工作是我完全不知道从何着手。没礼貌，你才没礼貌！我平常没礼貌，丢人家的衣服。你早，不可能离开这么久吧，各位。那他慢慢的从第一天不知所措到现在，越做越好。我觉得下一次可以来一个两天一夜。寻宝游戏。眼睛没有用到哈，我抓到你。对小孩，你要真的好好的观察他，你要了解他，针对他的那个问题啊，或者说他的个性去对待他，他就会知道说，哎，你真的好像跟我是好朋友。谢谢大大叔叔，我不想回家，我要住在这里。你要住在这里？你要住在这里？我觉得听到这个话很感人，都值得。对，啊，各位辛苦啦！辛苦了，辛苦了，真的是辛苦了。
就是有一种感觉，其实大家正要一起渐入佳境，就是真的变成很团体的时候，但刚好遇到这个事情。毕竟少了一个人嘛，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团体一样。一号队好 ，Go！ 小熊救援队，加加加！尤其小明他们习惯了以后，少一个他们就觉得，嗯，不是有困难叔叔吗？怎么困难叔叔不来？不过也可以理解啦，因为有一些其他行程的安排。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他本人，因为他要自己先告别这件事。我是自己觉得比较难起始的是要怎么跟小朋友讲。小朋友熊国王找我去，我交代。不错，因为我们是那个救难队，熊国王派他去出任务。出任务，因为我比较怕，就是说，如果你讲说他去出另外一个任务，他会一直期待你什么时候回来。对，我觉得还是实话实讲。其实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其实我们不用把小孩子当成哦，好像都不懂事，没有社会化的感觉。其实你就跟他好好讲，比如说，因为我有别的事情，我有哦家要养，然后必须去赚钱。啊，那因为我的太太也很红，啊，我必须要跟她拼的。讲这么 detail， 好像有点太对啊，我的意思还是跟他们好好讲，就是因为你有很别的，很重要的工作必须要去做，你可以留一个弹珠，如果我有时间跟你们配合上的话，我会再回来看你们的。我觉得这一切都还蛮真实的，对，包括我自己。我没有预设好我要跟他们说什么话，就是那一刻把我自己该说的，然后我的感觉就是直接的跟他们说这样。我们有事情要跟大家说，大家这几天都玩得很开心，对不对？对。然后我们这几天都跟每一个大熊孩子都玩得很好。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安静下来听我们讲，好吗？好。这件事情是昆达哥哥要跟大家说的。那我们听昆达哥哥要跟大家说什么。好。各位。对，这个哥哥拉拉借我戴的手环。好，那我先在我这边。我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很开心跟大家度过了这么多个日子，然后我们已经去了好多的地方，然后也过了好多的任务，对不对？对。我们帮助了很多动物们，然后接下来的日子呢，昆达哥哥应该就不会再出现了。其实那时候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也不知道他们懂不懂。今天我就要跟所有的小熊朋友们说再见，对，之后可能就看不到我了，对。然后我真的很开心跟大家度过这段时间，而我那时候其实有感受到。小朋友的氛围不一样，他们很仔细的在听我讲话，可是我自己也不想要让他们就是突然间好像有很难过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觉得就是想要开心的跟他们说再见，对，所以我也自己有准备了礼物，然后送给每一个小朋友这样。这是我跟大家相处这么多天，然后我觉得适合大家每一个人的礼物，然后我有挑选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小足球，然后我想要送给江硕，谢谢，不客气，哦，谢谢，我们来这边玩，三，哎，你呢？四百元吃，给我奖赏。谢谢你帮我洗澡。不客气。我想要跟你去游乐园玩。好，我送你的这颗足球，你也要好好玩它，好不好？如果其他小朋友想跟你借来玩，你也要借他们，好不好 ？OK。
接下来呢，这个是一个小裙子，然后我想要送给的是拉拉，耶，这是一个小裙子。哇，这是跳舞的时候可以穿的。好好，谢谢你，你教我去卡布列岛。卡加布列岛，对不对？我来到一座岛开花。卡加布列岛。放轻松，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还有一个礼物给你。你还有个礼物要给我？哦，他有礼物要给你。哦，真的吗？那你去拿。这是什么？谢谢。哇，它是一个项链呢，很可爱。然后就是默默走去，然后拿这个给我。我觉得那颗哦，好棒哦。这是你做的吗？谢谢你。哇，看你，好棒哦，好看呢。赞，谢谢。没有想过是完全是他手工的哦，我觉得很适合当我的项链。这是一件足球衣，对，然后我想要送给的是哈加。哇，好帅哦，帅。希望有一天可以陪你玩骨牌。陪我玩骨牌哦，嗯，好哦，特别，那他的愿望。对啊，我只有第一次跟哈加，他教我折纸。我成功了，对，很酷吧？那我们下次一起玩骨牌，要打勾勾。机会玩骨牌，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哈加。哦，谢谢你。这个也是一双鞋子，然后我要送给的是小桃。小桃，我帮小桃呢挑了一个粉红色。好不好？好看。不客气。一起吹冷气。一起吹冷气。看你流汗很可怜。哇！那看我在外面流汗流浃背，对，我就觉得这个好特别的一句话。这一双鞋呢，我是要给小红豆。小红豆，这双鞋很可爱哦。哇，好看的。好适合你。对不对？你跟他今天裙子还配，真的吗？好搭，有搭到这个紫色，有搭到这个紫色，哦，太好了，太好了，来，给你，给你。我想要跟你跑步做粘土。跑步做粘土，还有什么？还有做实验。做实验？嗯。什么样的实验？看谁比较会流汗。对。什么实验都可以，就是好玩的实验。好哦。嗯。他帮每一个小朋友准备礼物，是针对每一个小朋友适合的状态，特别是米菲那个包包。这是一个包包，然后我想要送给米菲。米菲。对，因为第一次那时候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帮他拿包包，然后他包包上面的拉链环坏掉了。哦，好细心哦。除了渐渐融入、渐渐知道怎么相处之外，他都有在观察跟记下来每个小细节。在叫我继续教室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哎呦，我要跟米菲玩捉迷藏。好。米菲他的妈妈说，米菲很想跟昆达玩一次捉迷藏。今天我在写米菲的联络簿，他居然写说，他希望能够跟昆达叔叔玩一次捉迷藏。那我也答应他了，我说我一定会帮你跟昆达叔叔说玩一次捉迷藏。你看他多爱你。有人吗？没有，这里。哦，这里都找到了。米菲是最后被找到的耶。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跟大家玩捉迷藏，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记忆还蛮深刻。这个小朋友的包包
然后也很适合米菲，而且你知道他是跟什么联名的吗？露露米，对，那我把这个送。谢谢昆达叔叔。谢谢米菲。我以后想要跟你玩，然后跟你玩滑板，然后跟你折纸飞机。折纸飞机，玩滑板，折纸飞机。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滑雪？可以哦。对。好哎。因为我认最早一开始认识米菲，就是跟他在雪场认识。哦。对不对？好帅哦。他会飞哦。对不对？谢谢你。还有一个。谢谢。这是一双鞋子，然后送给圈圈。圈圈，来。而且我帮他挑了一个很酷的颜色。好。你喜欢？你喜欢这个颜色吗？OK， 好看呢，那我就放心了。看着的 ，OK， 有说谢谢，没关系，没有，我们之间是不说谢谢跟那个对不起的。说，对，那我们抱一个 ，OK， 抱一个可以，好不好？抱一个，嗯，妈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你昨天几点睡？忘记了，对不对？我不会擦屁股。好，那我帮你擦。好，还是我跟你做？好啊。两个人啊，没了吗？还是还有？没有。没了。我还要喝。你想要跟谁一对的？现在站在他的面前。OK。这给你，这个这你带回家，好不好？他不想面对你。他不想面对你。没关系。给你分好。OK。好，那你回去做好，谢谢你哦，谢谢。你是很好，你做啊。我认为他会装的好像没什么，可是我觉得在他们内心来讲，还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你说家里练习的时候，练习跳舞，上课没有问题。哎，那什么时候要送小孩？我不想要一个，因为哥哥，我怕哥哥不要吃。好，那我留着。就是他跟妈妈的。好，然后你要记得给他们哦。放在上面。好。穿一下要不要？好啊。好啊，来啊，我们来穿。试试看。帅。嘿。帅吗？好看吗？你觉得这个颜色？好看。好看哦。好，你把它收起来，还是你要穿着？穿着。穿着哦。我要给爸爸看。好啊。我觉得我今天还蛮用力的在跟他们相处，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跟他们讲告别的那一刻，是真的有一点觉得，哎，我真的就不会再出现了，我自己有一点舍不得。鞋子穿好吗？我妈妈在楼下。小心哦，小心，会滑哦，慢慢走哦。喷到水了。喷到水了，你看你的新鞋。好，哎，这是你的。走，去找妈妈。谢谢吗？有，那你们大声的谢谢。二三，爱心，爱心。哎呀，大家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哥哥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拉拉拜拜，小桃拜拜。See you， 黄豆拜拜，黄豆拜拜。他送我的。拜拜，拜拜，好快就送完最后一组哦。不是，就像送完最后一批哎，有什么样的那个吗？我也不知道，因为刚刚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知道今天本来就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
所以刚刚就跟他们就是讲了我该说的话这样，然后也就是像你说的很顺利的就把每一个小朋友送、怎么有人回来了两个小朋友还有这样的回马枪，真的蛮惊喜的、就原本的不舍就已经在那边了，然后他们两个又再回来这样，哎呀擦再送一个啊、哇哇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祥豆，谢谢感谢你，谢谢哦，拜拜，好拜拜。这群小朋友，这群小熊们，绝对是比你看到的跟想象中的更可爱。其实我那天有大概写了一本注意事项，是要传承给接下来的这个代课老师。但就所以那些注意事项是对每一个小熊朋友们，那。我自己可能会想跟这个代课老师说，就是可能会很累，可能会很辛苦，但是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也想我们了，我很喜欢达达哥哥，我爱你，谢谢达达哥哥。那我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充满活力，然后又爱小朋友？我身边是没有这样子临时找得到有空的朋友，但很谢谢康哥。其实我有一个朋友，这个大家都知道，我跟他合作蛮久的。他就是一个大小孩，那他的个性也非常适合跟小朋友在一起。今天呢，你们知道要做什么吗？不知道。来，跟我走，走，走了。走，好嘞。走，我们出发了。走。小心不要踩水哦，过来，过来。这样子可以吗？这样牵你的手可以吗？牵头，牵你的头，太恶劣了吧！哇，小桃今天穿上了达达哥哥送你的鞋子，对不对？对。真的、我看，就看。那是妈妈。哇。妈妈胖我肉脏，妈妈胖我肉脏，所以我就没穿达达哥哥送我。没关系，因为我们跑来跑去的，容易弄脏，对不对？来。好滑哦。对啊，小心哦。好。小心，等我哦。后面要牵好，好，来小心。小心哦，小心哦。好，来。可以换衣服吗？可以啊，可以裸体啊。哇！哇！你吓死人了啦！神经病哦！觉得我吓到康哥，我觉得很开心。我很爽，放一个我们来，然后再迎接你来。我是你做第一个哎，我是要别人吗？果哥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他也跟小孩子一样。鬼鬼一来，你就能够感受到他满满的电力，满满的能量，太适合的人选了。今天小朋友的电应该会被放得很足，因为我本身其实蛮喜欢小孩的，所以我是抱持着开心的心情来的。我一开始有想说，今天是八个小孩，完了毁掉毁掉，不录了不录了，这样。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分组玩游戏。好。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会多一个人？一二三四，小孩跟小朋友，七个小朋友分四跟三的困扰。所以你跟他们一个。好，这样。你们怎么分队？剪刀石头布吗？还是？他们自由战。哦，好，那你自由战吧。小孩一开始好像对我有一点点的距离，姐，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很，我觉得我现在很不公平，好像有一点吃亏。对啊，我很吃亏。不要怕，不要怕，来来去，两边谁？跟我一队，你跟我一队好不好？好。耶！还有拉拉，小三，你过来跟我一队。哎呀，你过来啦！快点去啊！没事，我会跟大家一起。会照顾所有人。他没有队，他没有队。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比赛什么？比赛就是从那边滑到那边。我没有滑过。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我们要上去下的，然后你们要滑这个桨，然后从那边滑到那边。没有比较清楚、啊。完全没有。鼻子有没有？然后我们要假装我们像划龙舟一样的方式。然后到那边呢，谁把旗子拔下来，谁就赢了。对，好不好？那赢的有什么？赢的我们最后我们会有一些，我们今天会帮他盖那个荣誉章。哦。好。你们有想要得到荣誉章吗？有人谁再这一个章就可以扭蛋的？哦，哦哦这么多人，好，加油！所以说今天你们要努力哦，好不好？好，第一组来，各位。好，拿荣誉章。来，等一下。其实今天那个溪水是有一点点冰冷，那可是你看他毫不犹豫就下去。其实鬼鬼他就会有这种精神啊，当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全力以赴。我觉得更棒的是他会乐在其中。
下来吗？我想要下去玩，他想要下来玩水。好好玩哦！啊，走！有没有冰冰的？有吗？你看我抱你一下，你看行不行？慢慢放，慢慢放。我就想跟他们一起笑哎，在跟小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好像可以忘记大人的烦恼。所以我来这边，我只有想要记住跟小朋友一起笑的时候。好像就是那第八个小孩，他家小孩啊会拿水枪射我们，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比较保护自己。啊！为什么你们的水那么强？但他是完全，他会拿更大的水枪，然后直接攻击小孩，然后小孩就会吓到，但就很开心。拿起一支，go go go， 快快快，快一点！我也更讨厌。拿起一支啊！在玩水的时候，一直在跟哈小玩。我觉得他帅啊，你还不懂吗？就是我对帅的小孩就是有点不太能抵挡。好，换下一个是谁？圈圈来，去吧。来吧，来让哥哥抱你。没事，我们圈圈玩给你。圈圈玩。还有谁？江硕，哎，江硕是你还没有玩哎，你不要玩啊、哦！可是这样就少一队嘞，少一个人。是江硕说他会怕，那我们会有那个啊。男人中男人没有在怕的。果果姐会陪你，他会有人保护你。来，你可以的。黄豆妹都有玩过了。帮我保护。好，帮你保护。他快赢了。那我有看到你好厉害。江硕加油！有有有，最后一组，最后一组。但是你看，圈圈很想玩呢，他可以自己玩。对啊，对。哎，你有一个。好，圈圈，我们要中间一点，不然会跌倒。要去骑车。换个吧。手滑，哎，其实手滑也蛮快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小朋友有自己去尝试前进的方式，所以其实江硕有模仿他这个方法，是一个让他成长，让他知道其实荣誉感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加油！你快点，你快要赢了，快要赢了！快点，圈圈加油，你快要赢了！来，快给你枪头，先拿。我丢他。耶！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看到他慢慢的融入大家，一起参与比赛，对荣誉感会有在意心。没有没有，我先沉下去，我站起来就想手放上去，好不好？好不好？对。分开，分开。康哥一整天我超级不习惯，整个就是眼睛都是在笑。因为我以前跟他合作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大人，我是用大人的方式跟他们在相处，他没有看过我这一面。用一点东西，用一个很凶的，快点攻击他。原来康哥也可以有这样不一样的样子。那你有被他就是再次吸引到我？你说怎么样的吸引到？不是，我觉得你这问题很怪，我又不是相亲节目，我要被他吸引什么？但我喜欢这样子的他。OK， 我再重新讲一次，我觉得他今天很有魅力，我觉得他可以当我哥。
看到的最好看。宝宝。对。哇！好，谢谢谢谢。好，坐好了。哇，你们的船连在一起变一个大船了。哇！看我们的船。啊，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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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只能一个人坐，还有太多人了。太乱。啊。坐下来，坐下来。我觉得玩到后来最可爱的是，其实大家就是会一起坐在那个船上，就感觉他们这几次下来，就是更有那种团体一起的。大家都下水好不好？玩一下嘛，好不好？拜托啦，姐。石头布，我输了。但我本来就在水里，那再一次。怎么办？结果我现在才开始录。可是我这里好，我这里好。要不要下来一下就好？就这样一下就好。抱着你。他抱着你。哇哇哇哇！你要抱他吗？那我抱你，他哥哥抱他。你要好。那我也要。你也要。还是全部都下水好了，好不好？妈，但是我不想。啊啊啊啊啊！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台北市的溪边玩水，所以其实我是跟这些小朋友一起共同拥有这个回忆。下雨，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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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雨了，这样这样，那下比较大可以吗？好，下比较大，这样子哦，这样，哇，这水是不是好强好强好强？感觉快要把春春给冲走了。你看小康叔叔在干嘛？他在睡觉哎。走过去看看。好，我们走过去看看。那你牵着我好不好？过来，你右边比较好。好，我们来看，但是你要慢慢走哦。他就说他想去探险，我就好，那我带着你，我们一起去探险。他就开始往溪的上游走，我就跟着他走了。这很难得哦，这是第一次我跟圈圈的单独的这个接触。你要过去吗？但这边很深哦，你敢过去吗？我知道我们可以踩这个石头。不行，我们还是回来。那我觉得还好，因为我有一些经验，然后我大概知道要注意些什么。一直走，一直走，而且他就是想要往越困难的地方、越水深的地方、越多石头的地方走。然后呢？好，再来哪一个？我们都知道圈圈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小朋友，然后要跟他找到一个共同频率，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今天这一个溯溪环节，我拉近了我跟圈圈之间的距离，希望他可以记得。哎，注意！哎，小康叔叔，面包超人在说注意了，我们去看他们在干嘛。我们现在玩一个很好玩的哦，叫做滑水道。那我们要经过一次示范，让你看一下，好不好？待会我们会从这边开始，所以我们等一下所有人到那边去等，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在那边等呢，我们先请水龟姐姐帮我们示范一下。如果我们大人没有先试过的话，如果小朋友危险，我觉得不太好。我就一直想要先自己试看看，怎么样速度比较快，怎么样才能滑得动。观众吗？我觉得这样保护小朋友，我觉得比较安心。对，开始！哇！哇，好好玩啊！真没想到，原来在台北市区还有一个这样子的环境，这么近，然后有天然的滑水道，哇，这个体验真的是太棒！哇，你们看卡夹狗！哎，看看。
觉得还好，我们有先上过游泳课，然后才在溪里面玩水，因为他们对水的恐惧就大大下降，所以已经很多的小熊孩子们会愿意自己下来。像红豆以前可能是看到水就会怕的，今天也一直主动说想要下来玩。还有圈圈，所以我觉得很棒，让他们已经知道，哎，其实水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很卡哎，怎么这样子？是，他太胖了哈。补充一下，有人要吃面包吗？手撕面包有人要吃吗？面包，面包上在吃饼干。因为不能吃自己人，不能吃自己人。把面包上不能吃面包，因为它会变更大的面包。啊，对，刚刚拉拉有问说你是哪一？是那个鬼的鬼吗？对，是那个鬼的鬼。是鬼的鬼。你是那个鬼鬼的鬼啊？就你们怕了那个鬼，我不知道你们怕不怕鬼。为什么你要叫鬼鬼啊？因为我的脚常常不会出现啦。啊，没有啦，因为我很调皮。调皮。调皮，然后跟鬼一样，就是一下那边，一下这边这样。你有在听吗？没有，他没有在听。因为他们更调皮。你们比较调皮，那你们是小鬼鬼是吧？你是大鬼鬼。对，还有你是大鬼鬼。中鬼鬼。然后是小小小鬼。是迷你鬼。对。好了，我们等一下吃完，我们就回去换个衣服，然后我们就准备吃中餐，好了吧？好。好。是司令台，我看看得出来，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把戴克老师也当成第八个小朋友，所以要跟你说这里是司令台哦。他们没有讲。然后我们通常在这边就是一些户外活动，在这一区。好。然后厨房的话，那我们今天要干嘛？讲。今天对，今天是戴克老师。所以你认识完学校之后，我先把这个东西身上，那你们就要离开了，对，全部交给你。对，因为我们上课已经买好票，我们要看电影。然后我们要看的电影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可能吧？不可能，因为想说啊，因为有个代课老师在执行不可能的任务。那怎么少了人？怎么只剩你们三个？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是陪玩哥哥。来，我给你们看一个小星星的舞蹈影片，好不好？你们有听过吗？来，会唱的可以一起唱哦。Hey!
亮弟弟，太厉害了吧！然后有跳的举手，有。这个是什么的舞蹈影片？都是小晶晶。小晶晶，所以我要送什么给你们？小晶晶。不对，是晶晶小，没有啦，小晶晶。谁呀？我。哇，这么喜欢，一人一个。哎呦，掉了。谢谢小晶晶。好，可以现在吃，因为你们刚才跳舞很棒，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吃小晶晶？喜欢。哇！你看我怎么喜欢要问你。哇，你看好 Q 哦。那你知道它为什么酸酸甜甜的吗？它是葡萄醋，葡萄口味的。那我再考你一个，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发这个给你吃吗？因为我跳舞。跳舞，这是答对的，对，没错。但里面因为有个东西叫叶黄素，像江硕是不是很喜欢戴墨镜？对啊。因为你现在不是很常会看电视、看 iPad， 对不对？看手机。所以这个就会像江硕的墨镜一样，可以把你戴起来，抵挡太阳的照射。起来干嘛？亮晶晶。亮晶晶。反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比如说有一阵子我们就会一个人负责一个活动，像这三天所有活动就是我在负责。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说，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明天要玩什么，后天要玩什么。那你累吗？一点点。没，你现在的脸看起来不是一点点，是这么大点呢，就这样大到这里，然后溢出来这样。没有，因为在小孩不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放松，这样子才可以有更多的精力跟他们玩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要去上课。我这一次三天，我带他们就是要接触大自然。那下午呢？下午我又请了一个专家，厉害。什么专家？昆虫。OK， 那这样了解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没有，好，反正洗稿洗单灯。这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加油，加油，还可以吧？不是，你那个加油很像恐吓。对啊。你那这个好像你真的是很确定。我觉得我来一天可以，对，但是你看来一天睡一天，啊，真的学校这么夸张吗？我们就会遇到睡一个月。好喽，这什么在干嘛？我们的围裙，围裙，谢谢。OK，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上课。对啊，等一下那个有专家就要来，我们就去上我们的昆虫专家昆虫课。Let's go， 昆虫课应该是自然课。自然课，走吧 ，Let's go， OK， 可以吗？可以啊。来了啦！你要想要睡睡什么？是吗？只是你们老师就来喽。要吗？太夸张了吧！还是我们来玩魔毯。江硕怎么了？起不来。然后很严重的起床气，对不对？小孩有起床气很正常，去跟他生气有时候蛮没用的。我的策略就是说，那我就会请大家都离开，让他一个人在那，他就会自己跟上了。那没跟上也没办法。我们走了，出门了，我们走掉他应该就会走。好，好了，我们全部人都走了，穿鞋子，走，穿鞋子，我们全部人都走了，穿鞋子，穿鞋子，走。背包要带着吗？你背包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那就不要带了。有衣服。那没关系，衣服不会有人拿。有钱吗？没有钱。好，没有钱。不可能有钱啊。你们有钱的话，包包在哪？啊，没有钱的话，包包就不要拿了。但是我家里有猪门，然后我的钱全部都在里面。是哦，那里面有几块钱？一块钱还是五块钱？很多钱。还是50块钱？超多钱。超多钱的。我的是那个600块。六十还是六百？六百。然后那个心脏是小猪的。你说那个存钱的是小猪的？对，我的是无法天女的。无法天女？对，九天玄女还是无法？镰刀天女。哦，你会念出来？哦，稍微走，我们上厕所。我要出去，这里又没有人。你看，小朋友都走了，你看，都没有小朋友。我们带你一起去看昆虫，好不好？真的独角仙，你会很喜欢的。来，一二三啊！好，
你很棒，你很棒。来来，抱一个，你好棒，你好棒。我会把你留下，我们一起留下，我抱你，好不好？我们晒晒太阳，清醒一下，好不好？我们去晒晒太阳。好，那我抱着，我抱着。好，你想上厕所吗？你不想上厕所，我们在这边，我们在这边玩荡秋千，等大家，好不好？我不要。那我玩，你坐，你陪我，好不好？我不要。那你来干嘛？你想做什么？我不要。嗯。好，你看看我。你跟我说，那你跟我说你要什么？现在太阳超好的，你还想要睡觉、哦？张硕起床气，他起床气，然后花了好多时间才让他可以融入到昆虫课里面。来，我们坐红豆妹旁边。我不想要。来吧。这里。不是。我们坐前面。前面。等一下，问你。那我们坐后面。不过这是果果姐姐的位置，拜拜。谢谢你捍卫我，对我保护她。所以好，那我们坐这。杨洋老师已经报到，已经流汗了。然后后面那位先生心情很不好，是吧？他还没有睡醒。还没有睡醒，对。我们等一下随时会加入课程，他先在旁边旁观一下。需要叫救护车吗？不用。不用。OK。救护车在这里。OK， 在这里。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好。今天下午呢，因为我们要给各位介绍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等一下，我有个问题。对啊，我看你这样，我真的好不习惯哦。不习惯，等一下就习惯。因为我平常对他们很凶狠。好了，那今天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一段，我们这三天来都是要接触大自然，对不对？对。然后今天我们要真正介绍大自然。怎么了？这个跳绳。哦。好了，那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虫。不是。什么虫？有人知道吗？这是什么？耶、yeah, ，好，你非常配合，你今天有可能会被我盖一个章。哎呦，哎呦，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有关于虫虫啊这些东西。那积极参与的话呢，康康是虫虫，盖章就可以得到什么？康康捉虫虫，虫虫。好，那我们现在给各位介绍我今天请来的专家，昆虫脑蜥。我们给老师拍手。老师啊。你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干嘛？我们今天要来认识伪装高手。各位，是伪装高手。今天要来让大家有一个任务破解。对。他到底吃什么树叶？因为他们是很挑树叶，不是随便都可以。是选择题还是直接回答？我们现在要来，就是要有线索。好，小朋友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西裤。太远了。血血。葵瓜子。这是什么？这是便便吗？看起来像很臭。很臭吗？米德有闻到吗？有臭臭的吗？是树枝吗？树枝，树皮上面的屑屑。这个好难哦。好，来。还要吃？好，没有要吃，没有给人吃的，没有要吃。这个很酷，这是竹节虫的便便。哇，真的，难怪你说臭臭。便便，因为这个便便哦，它虽然现在长得像便便，但你等下只要用点力量把它揉。好，等一下会发一人一张卫生纸，然后你把它揉开之后，它会变很漂亮，像海苔粉这样。对，海苔粉，然后吃下去，拉粉油嘛。然后你靠近闻，哦，真的耶，有一种很清香的味道，对，真的不是大便的味道，所以不用怕。这个便便老师没有乱说，我们现在有把它拿去泡茶。茶，对，就是喝了对消化系统哦，真的哦，可以去买。哎，不是你不是便秘吗？来吧，要怎么办？这样老师是可以生吃吗？嗯啊，而且那个解便秘哎，我都想给他买那一盘了。我不想揉开之后呢。你们要吃啊？用力点，香香的味道，真的香香的。你在用鞭子？小涛，小涛，你是会怕？小涛不怕，你闻看，真的香香的。那我帮你搓好不好？用力搓，是不是像海苔粉？很像哎，也蛮像胡椒粉的。臭吗？凉凉的，凉凉的味道，不会臭。好香哦！我不要。
那你闻我的手。我要。闻了之后，你们要来这三种叶子，就搓一块，然后揉，把它拔下来揉一揉，然后找到比较一样的。对，你要找到它吃的那一种水果的叶子。闻一下。什么味道？可以做。揉啦，揉啦。拔啦。因为你们刚才手的味道很浓，这个是这个是拔辣，这是拔辣，好闻，这是拔辣吗？你闻一下，你像拔辣吗？很像哦，你有闻到吗？你为什么你不能舔？不能舔，他刚他刚这样，我帮你舔，闻，好，再闻看这个，香吗？好香哦，这香吗？好喜欢哦，有没有很香？吃吃看，不能吃，我不能吃啦。有可能长大的香氛大师哎，因为他一开始什么都不想要啊，然后出来之后，有味道哎。你的手太香了。你喜欢哪一个？这一个。真的、哦？那你要拔第三个吗？说不定他是那种调香大师，圈圈。好的。大家都闻到这三个叶子的各种不同的味道，对不对？对。来，你们觉得哪一个最像？第二个。第二个。OK。第二个味道闻起来像什么？拔辣的味道。Good。那请问你们觉得？第一个。第二个。说好是第二个的，说好是第二个。我们说好是第二个。OK。第二个啦。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味道啊？拔辣。OK。拔辣。好的。你不想你口误对不对？你不是故意的，你口误。你喜欢柠檬是不是？好。我先让。哇！好大。对。好大只。它生长在，等一下注意啊，它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就会长什么样颜色。真的假的？哇！它这个颜色，所以它会去找跟它有保护色。对。哦。它可以带回去。没有，那个是老师的，我们不能带回去。这只叫做绿胶。你看哦，够硬，然后又五只，他会先摸摸看，说哇，这个树很粉，好痒，好痒啊！他是不能耐心，小朋友很敏感，好痒，好可爱哦。这样过去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想看那边的树枝，你看好可爱，哇，可以接龙哎，对不对？然后再接龙过去，接龙过去，接龙接，谁要接？好可爱，痒痒的。先接好不好？太可怕！龙龙姐姐先接，好舒服哦。那我先接好不好？轻微痒，干净。超可爱，用力哦，要很硬，要用力哦，超可爱的。你看，好可爱。但也因为我这样子亲自示范，让本来很害怕的米菲跟红豆，他们也愿意去来尝试看看。来，来，你站直。哇，红豆最厉害。我让他走在这个绿色的地方，好不好？哎，没事，没事，没啦，没啦。你要很硬，你就够站直，站直直。哇，我也是，我也是，没事，没事。阿姐走，接走了耶，接走了。小小朋友的手只要够硬，他都可以爬上去。不要问，有好油啊！好油啊！红豆就是都会笑笑的，然后去尝试。但也是因为有他这个榜样，所以其实米菲看到就觉得那我也可以。米菲，那放在我的手上好不好？我的手上，我的手上也可以。那我会保护你，那我会保护你。哦。我都在给各位记得你们的说，哎，如果有摸的话，就有可能可以盖章哦。对，勇敢的人可以盖章哦。有没有勇敢的人？那章就没有不会有喽。你怕不到可以，一定勇敢哇！耶，勇敢！来，手放在旁边，你手放旁边。我们会把它接走。不用害怕哦，我们会把它接走。你的肚皮很稳。然后又有围裙，你看他的眼睛在这里，找到吗？他长得有点像外星人，头秃秃的，有没有？好可爱哦！
而且你找它有小翅膀，它的翅膀退化，所以它不会飞，超迷你的嘛。哦，哎，真的耶，像蝴蝶结，也非常可爱。这是一只女生，然后女生太重了，所以它就不会飞，跟它一样有蝴蝶结，对，有蝴蝶结。要不要去试试看？勇敢就有脏哦。那我等一下再试一下。好好好，那勇敢就有脏哦。喷在我衣服，然后我摸。对，你摸它。我喷在我衣服，然后我摸。那你手可以这样子吗？放手上试试看，要不要？我这样。对，要硬。那你要不要有人要试试看手的吗？有脏哦。来，来。哇，拉拉好勇敢哦。拉，你最棒了，最棒。但他手有点软，没关系，用力哦，用力撑，小小朋友都可以，他一定喜欢你的。哇！手要打开，用力，用力打开，用力哦！哇，你看他好爱你哦，他都这边树超级坚固的，好爱你哦。人家 MVP 不是作假，真的。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对于昆虫这件事情，除了书本上看到的，就是电视上看到，不太知道其他昆虫的美丽。所以今天让他们在竹节虫上面，哎，他们很震撼，开启他们另外一个眼界。他的确，小朋友很厉害，他就是最喜欢吃麻辣的叶。哇，你们都答对了。他嘴巴在动，我觉得他肚子饿了。饿，他饿，他饿。他可以吃马上哦。他如果肚子饿，他调好位置就会开始吃。我们来看他的嘴巴在哪里。来，喷雾在这里，这个。对对对。圈圈，来，圈圈，满身都是水，他最喜欢这样，像下雨一样。他喜欢亲亲哦。头有没有东西他喜欢？啊，真的假的？对，整个叶子。他喜欢洗澡。哦，轻轻的。地上常下雨。他喜欢这样淋雨。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叶子都是他要吃。好，够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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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变游泳了。你看他嘴巴有没有曲曲在动？那叫游泳。那我们可以先让他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闻到味道，要觉得很稳，他就开始。好，来休息一下。唱歌还会害羞？为什么唱歌还会害羞？因为太多人在看他了，他不好意思。那不然你们就不要再看他。对，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看他了，对不对？我是说你们大人，我们大人不要看，小孩看。对啊，这样你说的对，我们等一下注意一下。因为好像大人比较少，所以大人看就好了。为什么他眼睛两个都白色？因为他唾汤。你知道唾汤是什么吗？唾汤就是眼睛白色的。好白话。为什么我们都有白色，可是也有黑色？因为我们是人啊，他是虫啊。我们没有唾汤。我昆虫跟那有人有些昆虫都是长跟我们的眼睛。好像没有哎，什么昆虫跟我们长一样？老虎、猫咪。猫咪是动物啊。昆虫跟动物不一样。我可以那个动物也可以。那我那个猫咪的确是。黑色的。请问一下，刚刚这么近看竹节虫，大家有什么感觉啊？怎么请说。觉得它很酷，我很开心。你很开心 ，OK。很酷，很开心。好，拉拉请说。很亮，很亮。它跟很温柔，对不对？我觉得它很可爱，而且它很温柔。它什么？而且它也很温柔。它也很温柔。那我们现在要进行第二项。这位虫虫先生嘛，对不对？有新的虫虫先生，他是世界第一哦。哦，第一，他有世界第一的头衔，是全世界的金龟子里面最大的，他的名字叫大王花金龟。大王来了！哇！好漂亮哦！漂亮哎！好，你们，我既靠近你们哦，你看他身上有一层绒布的感觉。很难得会有机会看得到这样的昆虫，哇，那个连我都是第一次看到。对，然后男生通常会想要摸。哦，那换位置，换位置，我想摸。对，大家可以。我想摸。想摸，那我看就好，好不好？用看着就好。我敢摸。那我们一起摸。你现在才一直准备。我在准备啊，你要跟我一样啊。拿掌啊！那我们要准备，我们准备。看这边，看这边，你这么柔软的轻轻摸过去，有没有？然后就会感觉到它有绒，一层绒，很滑滑的，非常 royal 的质感，尊爵不？哦，很好，有没有变温柔了？手放松就变温柔，哇，很勇敢了。来试试看，放松，这边哦。好，那哥哥，江硕要不要摸看看？哇，
对，摸得很温柔。哦，柔很好，大家都非常的温柔。好，亲近。它加轻点，对，你摸到的是盖子，它打开里面会有翅膀，它的旁边有毛，哎，好可爱。你有帮它修吗？很齐耶，它就是这么顺，要说真的。然后这只是男生，所以有武器，它武器长得很可爱，很像那个发簪的。它有武器，它会怎么？它会怎么攻击？那我可以摸摸看吗？它如果用力勾的时候是非常有力量的。那有没有找到眼睛？眼睛很亮。你看，他眼睛在这里。对，你很快一次找到眼睛，他这头有白色的。我知道这种感觉，因为我家里有独角仙。大家知道甲虫专是什么吗？甲状它是它，你看，它是吃这个适合呢？嗯。还是吃这个适合呢？嗯。还是吃这个适合呢？还是吃这个适合呢？好的，来，大家回去请坐哦。我要拿。选一个，可是这个是活的哎，就整盆啊。你会怕吗？我不会怕啊。还是我拿来看，一定是这个。没错，一定是，因为我家里有养。但是我想要买果冻。一定是这个。你一定是的。臭。买果冻。但是我们想。臭。活的，你看。很臭。恶魔，来，请恶魔来啊！怎么又请恶魔来？我想要果冻，他们快吓爆了。对，有点臭臭，对不对？我想要果冻，你想要果冻啊？没关系，被他们挑走了。那我们拿一个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果冻，他觉得果冻，那果冻如果不是果冻的话，这是哪一个？这个。好吧，那就猜这个喽。猜这个，那我们拿这个回去好吧？有人敢拿吗？不敢拿。好，来拿，公布答案喽。你看哦。他们还是很喜欢吃甜甜的东西，所以他们喜欢。哦，我们答对了，哎，喜欢吃果冻。这里是阿甲答的，阿甲有讲，他家里有讲，其实是他的 baby 会吃的哦。哦，那他现在吃果冻，现在很可爱，真的，真的插进去吃的，这个头插进去，你要再敷，好可爱，好可爱吧？嗯，吃了，好好吃的感觉，有没有？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爬虫类的吗？对，我们今天有一只很可爱的宠物蛇。宠物蛇，宠物蛇。哦，还好，好大。它现在是卷起来。那它会再长吗？它有名字吗？球球。球球，它叫球球。球球是我人生养的第一只蛇，15年前就养。好漂亮哦。漂亮吧？它肤色好啊。它肤色好漂亮，非常的是民族风的，好可爱哦。会怕蛇的请举手。会怕蛇的举手。请问一下，小桃，你有什么不怕？先讲好。我觉得它的颜色很可怕。对于小朋友会怕的事情或不熟悉的事情，不能用强迫的方式，会造成他们很多负面的感受。那我有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我的手摆这边，他们的小手摆这边。我手摆在你的手前面，真的，对不对？我们过去。哇，有没有？往下滑，往下滑。你摸可以闻，你的手都不会很干净，而且它也不会湿湿黏黏。往下滑，还有鳞片，是不是冰冰的？漂亮。你看你这样子，它其实没它，你不想感受一下吗？它很奇怪啊。好温柔。哇，那是毫不犹豫直接摸，而且你看它肚子跟肺长不一样，一定的，它有轻轻的，一定的，好舒服。哇，今天大突破哎。我很意外耶，因为我是完全经历他前一天，他很不敢，我抱着他几乎整天，经历他从不会、不敢、害怕。我想要摸。哦，那换位置，换位置，我想摸。到今天他愿意走出来主动摸摸蛇这样子，我就觉得天啊，我可以理解那种妈妈看着小朋友长大。然后有很明显成长那种感动，哎，他看到大家一步一步在突破自己的勇敢的时候，他也愿意敞开心房。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看到最美好珍贵的一个很无聊的事，但对我来讲很开心。太美人鱼了吧？好像对，美人鱼的尾巴，美人鱼的尾巴也像这样子。对，美人鱼尾巴。美人鱼尾巴长这样。有鳞片啊。美人鱼有这样。对，它的尾巴有分叉。Okay, 好，好棒啊，好棒！注意看，注意看，它好温柔哦。等一下把它挂上。好。我要。来，谁要第一个？我。
去。好，来排队。你去。他好勇敢哦。你看，他是被我的脖子已经弄暖了。哇，这里很好。你看。哇。对啊，哇，好像你们是好朋友一样哎。好，下一位，拉拉，你可以的，拉拉。下一个，阿看哥哥那里。笑容，好棒哦。看起来，对，手边，哇，好勇敢啊！看前面。那我要去，那你可以陪。好，我陪。小桃也要来。小桃，哇！小桃好棒哦。走，这样子。九九走。好。小桃100分。没事哦。啊，等一下看看哥哥那里。大姐，好，我帮你打过来。他帮你。他是我在老师这边。我想之后，对于这一类的课程，如果他们再遇到。他们可能会比今天更有兴趣，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恐怖的，是有趣的。我觉得这个今天的最大的帮助其中之一是这个。我有摸那个蛇，有，你今天好勇敢。我有摸，所以我今天可以那个了。印章对不对？印章了。那印章是谁说要给？印章会是小康哥哥决定。你不要叫小哥哥，我不习惯。小康，小康就可以。哦，小康哥哥，小康叔叔，小康，你觉得小康是哥哥还是叔叔？还是阿伯？哥哥。你说什么？你说哥哥？你说什么？叔叔。那你觉得小康是哥哥还是叔叔？他是超人。我觉得是阿伯。哥叔。我觉得是那个超人。那你觉得他比较像哥哥还是叔叔？还是阿北，哥哥，哦哥，你们嘴巴很，我也觉得有像阿北一点点。我觉得小孩子就是话比较真啊，就是你知道小孩就会吐真言。那你爸还会来吗？我不会来了，我只来一次。你会想我吗？我只来一次，我想，因为我是代课老师。第一次来，可以啊。只有那个，我是永远常常看你。在前面，你先注意听。他很棒。等一下再跟你聊。就是他有点很诚恳的这个眼神，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他想要跟我聊天，但因为上课没办法多聊，不然其实我会想跟他多聊个两句。刚刚我们已经经历过了。两个昆虫，一个爬虫类，对不对？对。接下来就要借大家出场，这个是非常可爱，大家人见人爱，而且我相信99%的人都不会怕它。哦，是什么？大家有听过科尔鸭？哦，昨天有没有看到？最近很流行的宠物鸭。请问它的名字吗？它叫阿飞。阿飞。阿飞有头发。阿飞的小。好，我今天降落得非常棒。哎，再飞一次，哇！他屁股好可爱啊！好可爱，我看他头发很可爱，好可爱呀！好可爱。为什么他有？他是有带凤头基因的科尔，凤头对是非常少见的，所以他从小时候他凤头的，想说黄色鸭鸭就爆炸头，然后现在就爆炸头更大。有没有喜欢？超喜欢被人家按摩头的，我荧幕会坏掉哎。你们希不希望跟他近距离接触？希望。希望。要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手要摆平。摆平。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哦。有。体验团队到我这边来。喜欢这次康哥准备的所有活动，很密集的，然后亲近大自然，就放下手机，
世界这么大，一起居住在地球上面的生物，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一个生命。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跟对我来说，我都觉得意义非凡。然后康哥很贴心的是还想到，因为我们其实这学校最特别就是离大自然非常的亲近，然后他还把小朋友带出来，直接在学校里面就找到一样的昆虫。现在我们开始不可以大声，然后不可以超过一定的区域。在这边，在我们校园里面呢，其实就有一棵树。这一棵树呢，独角仙跟还有蜜蜂特别喜欢它，对，因为它的树干会分泌出树液，对，那是昆虫它们最喜欢的哈。那你们看到它们的树上有什么？甲虫、独角仙、独角仙。怎么样？你看那一只？注意看，下面有一只最大那个红咖啡色，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头一直这样，像抽筋的感觉？哎，对，你有没有看？有。现在在用他嘴巴的小锯齿抠破树皮，一直抠，所以很用力。那你有没有发现都被抠成一条一条？对，因为他抠完，他就会伸毛出来吸那个汁，像我们刚才看到大王花金龟吸果冻这样。对。然后没有了，他就继续抠，所以他就会抠成，你看都变一条一条。然后呢，旁边连虎头蜂都好喜欢这种光蜡树的树叶。有没有看到上面都有很多虎头蜂？哦，对，上面好多蜂。对，它这种虎头蜂有点凶，它叫做黑腹虎头蜂，因为它肚子是黑色。那我们没有在他家附近，所以他不会说绕狼，他不会找他朋友来出来攻击。但是有时候离太近哦，哪一只突然心情不好，他会盯人。对，所以我们要保持一点，因为其他的五头蜂没有这么凶，那黑腹就是真的脾气不太好。对，所以我们保持距离看。我们同时也给他们机会教育，就是关于虎头蜂的事情，还是觉得让他们印象听到虎头蜂三个字是一个像警报一样。这样子将来他们可能听到虎头蜂或看到虎头蜂的时候会知道要保持距离。下面有一对在交配，哪里？你靠一点。哦，对对，超漂亮。一男一女，男生抱住女生，下面地上。对对对，你有没有看叠在一起？哎，飞了，飞了，夹住，夹住，啊！啊！技术不太好的感觉。对，它才笨笨的。独角仙，好幸运啊！哇，幸运啊！它飞蛮高的。我们今天好幸运哦，我们又看到独角仙在吃东西，又看到独角仙在爬、在飞、在交配，都觉得很感谢康哥这次这个安排。我觉得不只是给小朋友上了一课，也给我上了一课这个很大自然的自然课。大家辛苦一天都还没来吃饭，我来做个饭给大家吃。嘿嘿，用这个简单快速的新时代来做个好吃的料理，做马铃薯炖肉，用微波就可以搞定了。先放上我们的马铃薯，健康的洋葱，健康的红萝卜，最重要的肉，加一点高汤。减盐的酱油两匙，最后再加一点盐。好了。好，可以。今天有昆虫、蛇，然后还有鸭子。你们最喜欢什么？鸭子。鸭子。竹节虫。竹节虫。好家伙，独角仙跟蛇，哦，蛇，我喜欢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写联络簿了，好不好？好。我没有想到今天有写联络簿这个环节，这个环节对我来讲有点困难。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写联络簿，然后我觉得我写的蛮烂的。你今天还有发生什么事吗？睡觉的时候有起床气，我可以写吗？你觉得？不行写，要写吗？可是你睡觉有起床气耶。要稍微写一下，我写一点点起床气可不可以？还是我写午觉叫的比较久，不好叫起床，这样可以吗？好，老师很生气，请你多保证。什么意思？你不行，但妈妈会被他妈妈，你不要害他好不好？因为我有跟他沟通过，说我这样写可以吗？我不想把他写说起床气太严重，不太好，所以我用了比较委婉的方式写午觉睡太好。叫不起来，这样可以吗？啊，你今天有扭蛋吗？我说很可惜没扭到蛋，有伤心吗？没有，
可是这样，那我帮你写可怜一点吧。你帮我拍一张照片，你帮我拍张照片。那我们自拍一张。好，我们三个。好，按上面。按上面。一、二、一、二、三。哎，晃到，这个没有防守证啊。那啊，我多了一件事情可以写了。我们刚刚自拍了，很晃哎。这可以传给我吗？可以 AirDrop 给我吗？他说我没办法。哦，好，那哎，这个我看一下。你帮我拍得很不错，可不可以 AirDrop 给我？但我后来写了一个叫妈妈把照片传给我，我个人觉得我有点好笑，但我后来留下了我的签名给妈妈。你今天是不是跟蓉姐去探险？为什么你在上面有看到什么吗？因为我不知道你去哪里。你往上走看到什么？嗯，石头。石头。石头，我就进去走。踩那个石头，你去踩石头啊、哦嗯？好了，好了。那你踩到石头想怎样？你跟我讲。有一些是大大的，有些是小小的。什么颜色？灰色。啊，而且你不是抢那个旗子赢了吗？对啊。你怎么赢的？是我用这个。手来滑的，我手超快的。你手超快的、喔？真的还假的？真的。真的还假的？那摇我摇很快哦。我摇摇摇摇，我呀，笑，头好晕哦。我穿比赛衣服，我就晕，我晕。你在冲啥？我要穿比赛。我这赢了，我这比赛赢了。你不要忘记我啊！你忘记吧，你忘记吧，拜拜。假哭，拜拜耶！错了，他叫他，你说我是错老师，反正你下次不会见到我了。小男生就是喜欢说反话，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会记得我的啦。你们写完了，明天就不会来了。我明天就不会来喽。为什么我们也来？因为他们只给我一集的钱。没有，没有啊，因为他们只让我来一次。啊，我想，那你要想我哦，你会记得吗？会。你可以去加我的 IG， 你可以加妈妈跟爸爸加。你也可以加敏菲他们的 IG 哦。他们有开吗？有，你可以在里面看到他滑滑板，然后滑雪。就是希望不管他们有没有记得我啊，但是就是我还是想要说出来，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忘记这样。那如果下一次还有其他的代课师，你会不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建议啊？就是希望你们会喜欢小孩再来，没有喜欢小孩你就不要来，因为不适合你。下一个老师，你目前有比较确定的想法吗？我有些名单跟人选了，希望他是富饶、爱心与耐心。好了，没了，就这样就好了。因为条件开太多哈，找不到人，而且希望他还没有看过我们节目。剩最后一袋，好香哦！哎，果果来偷懒了。没有啊，你怎么在这里？今天不是在开会吗？对啊，因为我想到今天大家都没有吃东西，然后这个是因为一直以来不都康哥煮吗？嗯哼。但是我不是太会煮，但我之前有用过这个，很方便。欸、很香哎、欸，很香的。对啊，这是新时代，就是它可以很简单，就是用微波的方式就可以做出快速又营养又好吃的料理。太赞，真的很香，我现在迫不及待。我超饿。准备出炉。人家最近拿会不会烫啊？不会，我跟你讲，他在旁边超贴心的，他有做这个。哦。给你看，这有一个厚厚的，有没有看到？哦，有加厚啊。对，加厚的边条，所以你这样拿就不会烫。那我们要不要直接拿进办公室？对，然后我们把盘子一起拿进去。走，吃饭喽！吃饭喽！你要再来拿餐具？不用，我可以直接拿。哎呦，你不要毁了我的料理哦！不会了，够，走吧。谢谢鬼鬼老师，辛苦你了，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玩得很开心，今天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我们今天真的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已经经过前面两天的摧残，我们电力只剩20%，你大概几%？没充饱，7%。七哦，相当低，相当低，相当真的。我们今天有一个100%电力来，你知道我们有多开心？真的，我今天充饱电来的。对，谢谢你。而且你刚刚不熟，所以说你。
你也不用想象说他们个性会怎样，反正你就做你的就好。对，好幸福。真的，大家好。哦，哎，大家辛苦了哦。我们的点心时间了，是正餐时间，因为我们最近的康哥中破三了，有点中暑，但我们很久没吃到好吃的东西了。哎，怎么那么轻？假的？真的，真的不是要你，对，到处来给大家吃。哎，很像，很完美耶！你的健康餐呢？好健康，蔬菜，然后很香哦。螃蟹，你的饭也放花椒耶，是花椒，哇，还有螃蟹，怎么可能？有膏吗？有，这个很适合厨房白吃。如果第一天康哥之后有这个，康哥就不用那么累了。大厉害，小厉害嘞。其实这是一个开玩笑的游戏。哎，他想要看你傻眼，然后看你很累，做的跟狗一样，然后你们现在拿出来这个厨，然后说你看，直接，你看又有鱼又有炖肉，是不是？什么都有。那我们之后那个午餐都有着落了。太好，没有，来不及的时候小朋友太怕饿，很快切一些东西去。好就好了。那爸，从现在开始我煮饭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内吧。很迅速，给你们六道菜。哎，那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讨论下一次的行程。好，下一次我就旁听喽。下一次你要再来，我主动。哦，好，蓉蓉姐姐。因为其实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我觉得我有一些想法，而且其实我们现在活动，我们整个夏令营其实来到了中间了，就是一个中间的阶段，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可以回顾一下过去，然后跟未来向往一下未来，所以我有一些想法，我想说以前学校的时候最喜欢就是学校校庆的时候举办了圆游会，好，那我就放心，我以为要讲运动会。运动会，运动会好像蛮好笑的。很累。对，我觉得可以有一个热闹一点的感觉。好吃好玩的。对，我再回去整理一下。好。小朋友早安。我们五个人其中应该有少一个人。对，你真的很聪明，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是达达哥哥还是有可能。我们下面找，来走吧，圈圈你走第一个，走，小声音，好恐怖。不会不会，有吗？哪里？那是摄影师吧，摄影师吧。咖啡色的，好大只，好恶哦，好恶哦！孩子，孩子，把他抓起来！是谁？男生的声音，蛮更高一点，应该是。我知道是谁了，你知道是谁了吗？我听得出来，是谁？真的吗？是真的猴子啊！是谁？其实很像达达哥哥的声音哦。我们抓到猴子了，这猴子是谁啊？来，把头罩揭下来。吓到哎！我觉得哇，来了一个就是很阳光，然后看起来很活力的爸爸。我跟濮阳正常对看一下，因为毕竟觉得哦，都是我们俩的偶像。他的每一篇限动啊、贴文，我都会按赞。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很流行的人。我蛮惊讶，他居然答应了。他一来，我们这整个团队的颜值上升很多，巨帅。现在就按赞订阅，并加上小铃铛，一刻都不要错过哦。